侵略对吗？对。谁说对？说侵略对，那是没有良知，对吧？谁说不对，那是你罔顾事实。为什么？我问两个问题，我也知道侵略不对啊。那你说当初侵略咱们的国家，远的不说，就说八国联军，哪个国家不比咱过得好？哎，我说对吗？我再问第二个问题，那四大文明古国现在的这些个是吧，就是说现在咱不能说这个继承国吧，就继承主体吧，这埃及、伊拉克、中国、印度，哪个不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？因此经过长期思考啊，我就产生一个错误的思想，供你们批判啊。宁背一世之侵略骂名，也要让子孙万代享福，真叫罪在当代，功在千秋。啊，别鼓掌啊，这观点不见得对啊，供你们批判用啊。抖音。